救命啊！各位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是？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小虾米。你过得好吗？我的初恋。啊！这感觉好熟悉啊！再见到他，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你眼睛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别让你随便动脸的。这丫头绝对不行。调教老婆要记住，把对不起这三个字从你的人生字典中删除。删除。全套服务呢。这个呀，等只有咱们俩的时候，然后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很热吗？有些有些啊！我再也不敢拦了，我啊！